咱特别恭祝着咱今日讲的圣诞节哦，感谢我银行家的庆祝董事长，谢谢我们的王董吼，咱的王春吉董事长，嘛感谢所当的咱的苏文忠董事长，感谢王董事长，咱的王俊清董事长，感谢林董的咱的林清友董事长，嘛感谢王董，咱的王子文吼，咱的董事长，嘛感谢咱的袁董吼赞助提供，另外个感谢啊，咱的朱人家的多年来好朋友，也是我们同业的好朋友。有哈，有咱的展农农业行的头家，感谢咱山内农业行的头家，嘛感谢咱万客农药行的头家哈，嘛感谢哈，那感谢咱的恒波哦，我们的这个农药行的老板，嘛感谢咱的桥头农药行的老板，感谢咱的胡伟哈，就是咱这边新当选的立法委员，我们的丁学忠，我们赞助你看高情偌好，哎，有咱辛苦的立委哈，为咱金家讲的福气呀，哎，所以这次能够为民服务哈，哎，大家都这非常的支持啊，哎，能够感受到咱朱人家真正哦对大家。然后广结善缘，哎，热心公益，然后哎，对对 对, 对，所以有来拢有保庇哦，哈，保庇大家拢有当心想事成，万事拢皆如意。谢谢我们的草莓哈，人如其名啊，哎，就像草莓一样甜。谢谢。来，那也说到暖暖包了哈，哎，有刚雪给我那点粉丝的温暖，好，来继续唱歌。交给后面的妹妹，好嘞。